这就在这里。对，一垒跑者这次跑了，这个球是好球，传过去 ，safe safe， 追平分，盗垒成功，上到得分位置的二垒了。哇，杨松贤，哇，劲呐！哇，你牵制我就跟你跑了。陈峰敏这球传掉就进了，没想到杨松贤更快。杨松贤今年第5次盗垒成功了，而且不要忘了，杨松贤他是连续20次盗垒成功了，再一次就要平纪录了，就要平陈瑞正的纪录了，连续21次盗垒成功是联盟的纪录。他这样子慢慢停哦，也连续20次。